哇哦，哇哦，哇！但是很好吃，真的。噔噔噔，一定要蘸他们家这个蛋黄酱，哇哦！又是新的一天儿。我今天又吃台湾牛肉面，然后在台湾牛肉面给了一个油条，噔噔，红烧的盐酥鸡，台湾香肠配蒜片 YYDS，然后还有一杯柠檬红茶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来个油条。油条吸满汤汁，好吧，yes。我今天点的是半筋半肉的，香，很香，我超爱吃香肠，蒜片配香肠，我以前是不敢吃生蒜的，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吃那个兰州拉面，面配生蒜吗？太绝了！一口面，一口蒜，噔噔噔噔噔，超香，真的。你们一定要尝试哦，不要害怕。要勇敢的踏出那第一步，你就会发现这世界非常的美妙。这盐酥鸡鸡皮炸的脆脆啊，快乐是神仙。噔噔噔噔噔，疯狂爱吃各种汤泡饭，但汤泡饭吃多了是不是对胃不好？我在澳门经常吃茶餐厅的时候呢，我就经常点一道。饭就是丝瓜肉碎咸蛋汤饭，今天不是，今天是丝瓜肉丝汤，肉丝，然后我还加了青菜，叮咚，排骨，然后这是猪扒，非常料非常多，先来一口汤。我还思考今天喝汤尿酸会不会高啊？他在吃炸鸡，来一块猪扒，哎，我每次吃东西，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都会一下，但是有时候太多了哈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烦？我控制一下我自己，丝瓜，丝瓜，丝瓜，非常棒。每天都要吃青菜哦，瘦肉。外卖时刻，哇哦！我点的是番茄意粉，然后加辣猪肉肠。我以为他会给我切一下，结果你直接放一根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这个呢是水牛城鸡翅，先来一口意粉。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吃意大利面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好吃好吃，番茄味的，下次自己做。然后这是辣猪肉汤。这个就是我平时买的那个啊，这香肠就是我平时买的那个尊乐的啊，六根60块钱，哇，那他一根赚我10块钱，他一根20块，有时候太会吃也不太好，一下子就吃出他到底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肠了。哇，这番茄味好浓！哇，真的好好吃啊，这个。
这个是鸡翅，其实我觉得美式鸡翅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。有些家做这个水牛城很辣，哇，这个也挺辣，这家也挺辣的。我突然想吃泡菜豆腐汤，怎么办？嗯，好吃，真的香肠真的很好吃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剪视频剪到一半饿了，所以我点外卖。刚好剪完视频的时候，外卖刚好出来了，三文鱼，他还给我附赠了个冰袋。称一下，这盒子多少重？5克，那这盒子顶多10克，100克。炙烤的芝士三文鱼寿司，还有那个辣味的三文鱼军舰，对，都是三文鱼。叉烧饭，日式叉烧饭。让我把瓦萨比弄一下。先来一口三文鱼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嗯，快了快了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它这个日式豆瓣下面是梅干菜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叉烧。长得很像梅干菜，有没有？我想说，我点的不是日式的饭吗？哪来的梅干菜？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里面还有玉子，还有半颗，还有心蛋。干杯！嗯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外卖随便乱点哦。我为了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外卖，我尽量都不点重复的。还好，就是东西还蛮多的，可以选。芝士炙烤三文鱼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嗯，忘记加了。来一个辣味的军舰。辣味三文鱼，嗯，哇，嗯，这么好烫。然后这是叉烧，炙烤的叉烧肉，哇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这家。Hello， 同志们。今天非常的硬，豆花奶茶，干杯！嗯，哇哦，满满的肥牛跟肥肠，哇，太满了太满了，把它放下去。然后我点的是黑白粉米线加那个红薯粉，这样两个粉就可以都吃到了。哇哦！天呐，满满的肥肠跟肥牛，然后把灵魂香菜加进去。哇哇哇哇，看到就很好吃。然后呢，我还点了一碗他们家的，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吃。话说你们有吃过咸豆花吗？咸豆花里面是肉末酸菜，然后下面是豆花，辣的啊。这也超好吃，来一口。嗯，绝了，真的绝了，他们家超好吃的。又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，就是你们的豆腐花是甜的还是吃咸的？
其实我小时候吃的都是甜的，长大之后才发现有咸的，然后我都爱吃，我都爱吃。天哪，今天真的超级好吃，我天啊，来一口来一口。没有再夸张，我很久没吃这家。这家酸辣粉是我觉得全澳门最好吃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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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吃的，真的。但是它不是那种，它是有点改良过的，我觉得它是酸甜辣口的，它是有点甜，它加糖呢，但是很好吃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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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家，这你们可以叫外卖。然后他们家料也很多，肥肠，然后肥牛，超大片肥牛，嗯，来一口咸豆花，它是有肉末、酸豆角。酸菜，嗯，你们懂我的快乐吗？它真的太好吃了。晚上已经吃过了，这也不算宵夜，就是我晚饭吃的比较早。哎，怎么打不开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把灵魂加进去。麻酱，哇，这麻酱有点稀呀、啊，拌一下，拌一下。对，我觉得它辣椒加的比较少。咦，这是什么啊？它的蟹肉棒怎么长这个颜色？色素很严重的蟹肉棒，哇！我家牛肉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午餐肉，一定要加。嗯，嗯嗯嗯嗯嗯嗯。虽然我觉得澳门的麻辣拌没有，就是。那么正宗，但是也挺好吃的。嗯，这牛肉，烧麦，其实这叫干蒸是不是？哇，广东这边的烧麦它是用鱼肉还是猪肉做的？其实里面都是粉。哎，我顺便还要加娃娃菜，对。还有龙虾丸。嗯，这龙虾丸里面有包馅的，我再吃一个给你看。叮咚，哦对讲，它里面包蟹子是不是？鱼子、蟹子。嗯。好吃好吃，让我想吃麻辣香锅了。我把最好吃的留到最后一口，耶、yeah. ！干杯！嗯，今天吃泰式肉碎饭，感觉不是很正宗。星际的小吃就是猪软骨。青菜，然后那个猪颈肉，肉碎拌米饭，那这肉碎很不正宗，下次还是要专门点泰国餐厅。嗯，下次很好吃。嗯，很好吃。
定要吃青菜。哦。嗯，超好吃，好想吃那个鱼饼啊。拌米饭，蒜头，嗯，噔噔噔，嗯，猪软骨。我真的很爱吃大米饭的。今天的我非常的克制。噔噔噔噔噔，蒜味的蛋黄酱。然后我还点了一个汉堡。今天很克制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还倒了一杯茶，怎么感觉几百年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了？哇哦，哇哦，我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鸡总是让人心情愉悦，好烫！哎，其实有叉子啊，我干嘛一定要手？我真的笨蛋！一定要蘸他们家这个蛋黄酱，哇哦！嗯，哇哦，哇，其实我也挺喜欢吃他们家大街汉堡的，像这样，就也是蒜味的蛋黄酱，然后加炸鸡。嗯，我真的很爱快乐风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现在正在剪这期的视频，屏幕好像有点脏，有点灰。你们听到外面鸟叫了吗？现在早上8点，我最近正在日夜颠倒，我快疯了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调好的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喽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想吃大鸡啊，拜拜，啾。